就在树上长啊，长到树上啊，沾了新鲜仙桃仙果，结成串呐、啊，串子鲜花配娇兰，山脚底下那长流水，天闹鱼儿来回翻，翻江了倒海的鱼虾蟹，蟹了冰封啊来回窜，窜上了跳涧满烂火，不要我下山，说的什么的人胆寒。寒风的吹起三尺雪雪猫玉兔被山漫呐、啊、记下此事咱们切不表忘，还有东边老骚仙呐，东边了我正在古董作呀，耳朵眼了跳不得安呐、啊，绣春这令纹我忙着算呐、啊，令箭一动要写白牡丹呐、啊，迈步走出了古洞外，抓把黄沙就把洞门满呐、啊。算着盼到啊，走下了高山来，下山里不把不把山名表忘啊，往在道山哪、啊、住了这些年哪、啊、王禅的道号归国子啊，出家就在云蒙山，相公老佛救苦难，紫竹林里落切山，白云家中应酬间，孙大圣压着在了，就在五行山，孙膑骑牛挂双拐，这样的出家登南山，汉高祖他把这咸阳下行走路过猛当山，伍子胥儿子名叫飞天豹，好汉出在卧虎山，十八国临潼会上来到宝啊，刘展雄啊大战呐、啊、就在铜旗山，大王不信本曾国天险就在九里山呐、啊，快呀，药店不远在面前，迈步就把药店了进，账房的师傅要听言，我的恩师高山深得病，要与十四味药不知开全开不全，你要开全还得罢了，开不全来叫你把门关呐、啊！说吧，朝位要你天下孙，二位要你民自安，三位要你老来少，四位要你的府心宽，五位我要你家不散，六位要你孙气丸，七位要你甜如蜜，八位要你比蜜甜，九位我要你黄连苦，十位要你苦黄连，十一我要你难了进退，
十二我要你进退两难，十三我要你兵入铁，十四要你乔团圆。这本是吕洞宾向你要的十四味药，不知开权了你人开不权啊。地下二人来药店那个来争吵，这表上房我叫白牡丹啊。关呐！多美！
好来少，四围着我要你那斧心宽，五围着我要你那加步散，六围着我要你那顺气丸，七位要你甜如蜜，八位要你比蜜甜，九位我要你黄连苦，十位要你苦黄连，十一我要你难了进退，十二我要你进退两难，十三我要你兵弱铁，十四要你巧团圆，这本是吕洞宾向你要的十四味药，不知开全了你然开不全呐、啊！阿弥陀佛。做官新来的民子安，家的业大老来少，儿子孝顺父亲官，这门和气家道不散，兄官的人才叫顺气完，老要是生子黄连苦，小孩儿没骂说的什么的苦黄连，女人守寡难进退，团圆媳妇儿进退两难，从小的夫妻宾如铁，半若夫妻小团圆，这本是牡丹对的十四味药，不知对钱对不全呐、啊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全全全，真正全。吕洞宾，老骚星叫声那白牡丹，你是听十四味药对的好，再要几杯看看。等不等啊，阿弥陀佛，我要你天上白灵灵，要你天上那一点红，要你天上金刀瓜，要你天上坏坏金宝龙啊，天上我记得月牙出来白灵灵，太阳出来一点红啊，三星啊出来金刀瓜，北斗星啊怀揣金宝龙，我要你树上白灵灵，要你树上一点红，要你树上金刀瓜，要你树上怀揣着金宝龙啊，树上啊，我记得梨树开花白灵灵，杏树开花一点红啊，葡萄开花颠倒挂，何时怀揣金金刀龙啊，阿弥陀佛，善哉我要你古人的身上白灵灵的，古人身上一点红，古人身上金刀瓜，古人的身上怀揣着金宝龙啊，古人身上的我记得刘备的脸上啊白灵灵，关公脸上一点红，张飞胡子金刀瓜，赵云怀揣金宝龙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牡丹呐，干啥？你这狗脸黄龟的差屎了吧？谁说差了？差了就看飘忽呗。赵云是男的是女的？赵云呐，当然是男的了。我说这怀胎金宝龙，你知道啥意思不？啥意思？就是说女同志怀孕的意思。哦，怀胎金宝龙。你说这赵云是男同志，他怎么能怀孕呢？嗯，那你就不明白了。这就 是不是瞎蒙呢？小孩没娘啊，说来话长。那长话咱短唠。有一说就有一讲啊，有一个屁，他就有一个响啊。大家都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大家都知道赵云呐、啊、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一位英雄。想当年，张飞好酒，城池失陷，刘关张哥仨流连在外啊啊。兄南地北不得团圆，甘米二世在逃难的途中被难民冲散，倪氏夫人抱着三岁的小阿斗身受箭伤，随着难民呐、啊、来到一座枯井旁就昏倒那块儿。赵云
奉了主公刘备的命令啊，去寻找祖母和幼主，在枯井旁就发现了。这当时啊，把糜氏夫人唤醒以后，糜氏夫人为了保全幼主，保全汉室江山唯一的根脉，自己投井自尽了，把孩子就交给赵云了。有这出戏叫糜氏托孤啊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赵云呢，牵着马抱着孩子挺犯愁啊，一员武将，你是怎么能像妇女是抱孩子呀？一边走一边琢磨琢磨琢磨，就来到了长坂坡前，手搭凉棚就这么一抱，哎呦呀，可坏菜了啊！老曹操早就听说赵云是个五虎上将之一的勇将，有勇有谋啊！啊，就吩咐三军车轮战术给他拖垮，拿到我曹营，成为我曹操的左膀右臂，将来我打下江山，能助我一臂之力。赵云当时就想了，说是在忠良不保二主，好女不嫁二夫啊，当时就死我也得回去见那个主公刘备，把孩子完完全全的交到他老人家手里头。但是挺为难，小孩抱孩怎么征战呢？有心马前烧胎怎么样，刀枪无眼扎死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马后烧太子，马后烧太子，刚找着颠子丢了，完了，白费劲了、啊、那叫封建社会，再说对帝王大不敬，全家抄斩，祸灭九族，万般无奈揣到盔铠甲胄里头。所以说赵云怀揣金宝龙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谢谢。好，最后把你姑娘生个药啊，牡丹是你听了啊，喝哪药都不服你。牡丹呐、啊，哎，我要你姑娘身上白灵灵啊，姑娘身上一点红，姑娘身上金刀挂，姑娘身上怀揣着金宝龙啊，姑娘身上的。我记得姑娘的小脸蛋啊，她还白灵灵 啊。姑娘小嘴唇她还一脸红，姑娘穿裙子编倒挂，姑娘怀揣金宝龙啊，满月里来是清明，我带领丫鬟去逛清啊，手扶栏杆打了一个盹儿、啊、梦见了老道怕人下山峰啊，那老道啊下山了，他扒着我来戏，我那日怀孕在身中，带领丫鬟那回家转了，回家就把两个的姜文上、啊、常言呐、啊、说的好，没妈的孩子不如这地宫啊全，送到了啊高山学道应啊，老大高山去学艺，剩下小二陪你的妈妈大要命啊，嘿，骂的吕洞宾红了脸，开眼的叫声白牡丹，好心好意跟你来打药，你不该骂我一番又一番，我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来开药，你不该戏耍我一番又一番，我看你这小小牡丹就在药店坐，我看你小小老道就会蹲庙间呐、啊，我看你这小小牡丹还就会做饭，我看你小小老道就会来化缘，你好比井里的蛤蟆呱呱叫啊，你好比山中野鸡呀、啊、来回转，山中的野鸡能变风，怕我堆里的出金蝉，我本是高山一位云游道，我本是王母娘娘瑶池一朵莲，莲花就怕牙一霜打，来块乌云给你遮住天呐、啊，乌云来遮天，哎，不下雨。王莽他蒙寸虚位整整的十八年呐、啊，说一句来对一句，我出上联，你给我对下联，问了问了你，先有天来。还是先有地，问问你先有地来呀还是这先有的天呐，我记得先有天来他后有的地、嗯，
我记得这先有地来吧，后有的天呐。不对劲儿啊，天道多胆都能压着地，地呢啥时候都能驮着天。问了问了你，先有男来还是先有女？问问你，先有女来呀还是先有男？我记得先有我们男，后有你们女儿。没有这个女人把你们来生养啊，难道说你做错了快点呢往出钻？骂的吕洞宾红了脸，开言的叫声啊白牡丹。咋的呀？叫声牡丹回头看，你爷爷采药回到了药店边。空地着白牡丹我回头看，吕洞宾脚下祥云来就带半空悬呐、这是那下回那一个，下回我是白牡丹呐、我一捞罗裙儿忙跪倒，最生的老会师要听言，今天会把牡丹做，会做牡丹我好上西天呐、但等来年三月三，王母娘娘摇瓷宴，二戏牡丹的你好呈现呐、一家云头十万里呀、二家云头万万千呐、三家的云头来的快呀。六平地轻轻落在地平川的豆门，这里仔细看着豆门闪出几句言的山也招着吕洞宾的三个字，今天的不该你下山了，你下高山不要紧了，损去了大道五百年的豆门一见先来吧，回到古洞去修仙，这白事吕洞宾的